절대 되나 이래야 미부리인 거지. 大家好，我是 Inga。今天我们三个去，就是受邀请去别人家吃肉去。今天叔叔家杀羊嘛，有新鲜的肉，就是恭敬不如从命嘛。我们也觉得有一点不太好意思，但是一直推着吧，人家这么诚恳的邀请我们，推着更不好意思，所以我们就从命啦。他们家没车，没别的车，就我们。看到羊尾巴啦！他就那得了，那好了得了，好。肉汤，不要管，不要管，那个特殊的那个，哈哈哈哈哈，我真的，带我去，嗯。那么贵的。他哥哥你长得太像了。